我们开始来看几个例题啊。前面我们已经把这个电晶体呢基本的工作情形都讲了啊，都讲了。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例题53啊。53的例题呢是这样子，这个是一个电路给你啊。如果我们现在被打的范围是50到15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把它看成我们在做电子实验好了。大家拿到的电晶体都不太一样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这电晶体里面被打的范围呢，有人50到150之间啊。那么叫你把 RB 的电阻找出来，使得所有电晶体呢都要饱和哦。而且呢，这个饱和的 overdrive 的 factor 呢，就是说过饱和的程度呢，至少要10哦，至少要10。overdrive factor 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讲过，一个电晶体啊，如果你在 active 区的话，没有饱和在 active 区，对不对啊？你的被打，你可以定一个被打，被打的 definition 就是什么？就是你的 collector current 除以什么？你的 base current， 对不对？这个就是你的被打的 definition 哦，就是说这个电晶体的被打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一旦进入饱和哦，一旦进入饱和的意思呢，这个 collector 电流会怎么样？会小下来，对不对？所以一旦饱和区的话 ，collector 电流一小下来，你的被打值呢，我们叫做 force 的被打，哦，就是你把电晶体呢，硬是把它推到饱和区。这个时候你被打值也是你把它除，对不对？也是一样除啊，就是说你在饱和地方，我们就饱和啊，饱和的电流你照样把它除下来，这个 definition 就是被打 force 的。那这个被打 force 呢会怎么样？会比较小，会小于被打，对不对？因为你在饱和啊，它会小于被打。OK 啊，它会小于被打。如果等于的话，就是刚刚好饱和嘛，对不对啊？刚好饱和。那你把这两个一除，这个叫做 overdrive 的 factor 啊、哦，你把贝塔呢除以贝塔 force 的，它的 definition 呢就是这个啊、哦、overdrive 的 factor， 就是这个意思啊、哦、overdrive 的 factor。OK， 所以如果 overdrive factor 等于1的话，那两个一样，就是刚刚好饱和，对不对 ？Edge of saturation 刚好饱和啊。哦，如果 overdrive 等于10的话，它就进入很饱和了，对不对？很饱和啊。OK， 好，那我们拿回来看这个例题啊。我们现在的电路是这样子。如果我现在呢要怎么样？要饱和，对不对？我现在要饱和啊。那饱和的话，我们先看好了。如果现在是刚刚好饱和，对不对？哦 ，edge of saturation 就是刚刚好饱和的话啊。那如果刚刚好饱和，我们前面讲过，我们的定义就这个地方的电压。这里的电压啊、哦，刚刚好饱和的话，这个 VCE 刚好饱和，它的电压我们定义成 0.3， 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定义 0.3 哦，刚好饱和，对不对？哦，你如果画出前面这个图，还记得啊、哦？这个是 emitter， 我们前上次画过的图。这是 emitter 的电啊、哦，这是 collector 电流，这是 VCE。OK， 然后我们的负载线你要把它画下来，对不对？负载线画下来。这个代表不同的什么base 电流，或者是 VC 啊 VBE， 或者是什么 base 电流。OK， 所以如果说你的 base 电流太大的话，它会从工作点的从 active 跑到什么饱和区来哦，对不对？跑到饱和区来，那跑到这个点的话，刚好斜的跟往下掉，这个地方就是 edge of saturation 哦，我们定义成 0.3， 对不对？ edge of saturation 0.3。然后进入饱和的话，我们就定 0.2， 对不对？我们就这样哦，这是前面的定义嘛，哦 ，OK 。那事实上啊，从后面呢，我们这个题目呢，我们一开始虽然是这样定义的，但是这本书呢，除了前面一个例题它有定义 0.3 以外，其他的几乎哦，它怎么样子呢？它其实就不再分了，它不会再把什么刚好饱和定 0.3， 然后饱和定 0.2， 它都不再分哦，因为分这个没有必要。一个 0.3 跟 0.2 啊，差那么一点点，你算出来后面的电流都没有怎么变，对不对？电压电流都没有变啊、哦，所以从这里开始，我们把饱和跟刚好饱和其实都定 0.2 哦，我们就照书本这样子做哦，所以我们都定 0.2 了，所以我们就不管哦，只要是饱和或者是刚刚好饱和，其实我们都不要再区分了，所以我就把这个点，只要进入饱和，我们都大概定 0.2。这里也是 0.2， 这里也是 0.2、哦、都是 0.2， 只要它饱和我们都是定 0.2， 这 0.3 0.2 区分不需要存在了、哦、所以我们就说好，饱和或者是刚好饱和我们都定 0.2，
都 0.2 哦。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它刚好饱和定 0.2， 那这样你的 collector 电流你就可以算出来嘛，对不对啊？所以 collector 电流刚好饱和，对不对？我们也是啊，这样子刚好饱和的话，就是10减掉 0.2 除以 1K， 对不对？哦 ，1K， OK， 哦，所以我们就带 0.2 了，照书本上就带 0.2， 好，所以 9.8 应该是 9.8， 对不对？米利安培，好，所以这个 collector 电流刚好饱和的电流就是多少？ 9.8， 那饱和的电流也差不多都在这里嘛，对不对？这是刚好饱和，这饱和我们以后都定 9.8， 就不管哦，不要再区分。好，所以这里呢，刚好饱和是 9.8 的话，那既然是刚好饱和，对不对？哦，那这个式子就可以用嘛，是不是？因为它在 active 跟饱和刚好饱和，当然可以用哦。所以我把 collector 电流除以贝塔，就是等于什么？贝斯电流刚好饱和的贝斯电流 ，OK。所以我的贝斯电流刚好饱和，就会等于 collector 电流哦，刚好饱和的 collector 电流除以贝塔值，除下来贝塔值题目给你多少哦 ？OK， 现在有50，有150，对不对？你到底要除以多少？我们要保证所有的人，每个同学拿到的电晶体都要饱和，对不对？都要饱和哦。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除了贝塔呢，你要找什么？找50。你如果找50的话，找最小的哦。找你如果找150哦，等一下会有一些同学拿到的电晶体怎么样？不饱和，对不对？会这样子哦。所以你要把它取50，这样最严格啊、哦。所以你取50。把它带最小的50，好，那带下来的话，9.8除以50呢，等于多少呢？等于0.196。OK， 好，0.196。所以换句话说，我这个 base 电流刚好饱和就是多少？0.196啊，米利安培。OK， 那对于一个贝塔等于50的电晶体，这位同学拿到的是50的电晶体的话，这个电晶体就会怎么样？刚刚好饱和，对不对？刚刚好饱和。但是如果有同学拿到的是100，那你这个电晶体呢怎么样子呢？你如果设计成0.196的话，你把它乘以100，这个电流就更高嘛，对不对？这个电流更高的话，你这个电晶体就怎么样？更饱和，对不对？你哦，你就会更饱和，对不对？哦，你就往这个方向走，哦，你就会更饱和。OK， 所以贝塔值是越高，它就越进入饱和嘛，对不对？越饱和哦。OK， 好。所以呢，现在呢，啊，刚刚好饱和。可是我们这题目呢，不是要刚刚好饱和，我们要过饱和 ，overdrive， 哦，过饱和。那要过饱和的话，从这个图看，你要过饱和，要往这个方向走嘛，对不对？所以代表你的 base 电流要怎么样增加，对不对？哦 ，base 电流增加。所以如果说我现在把 base 电流增加的话，怎么增加？当 RB 要下降嘛，你把 RB 下降 ，base 电流就会增加。一增加的结果，这个电晶体就怎么样，就越来越饱和，对不对？就会过饱和嘛，对不对？就过饱和 ，OK。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你既然要 overdrive factor 等于10的话，跟从这里看，对不对？代表你的 force 的贝塔呢，就要怎么样小嘛，对不对？小它的10啊，十分之一，所以你的 base 电流呢，就应该把它再乘以10，啊，乘以10之后，你的 base 电流得到的就是 base 电流了。就会等于 1.96mA。如果你设计你base电流是 1.96mA 的话，那这个电晶体呢就会很饱和哦，对不对？哦，它就会很饱和哦。所以如果设计它等于 1.96， 这个电流还哦非常大， 1.96mA。OK， 你设计它等于 1.96 的话，这个电晶体呢就会怎么样？很饱和，对不对？过饱和了嘛，对不对？过饱和哦。你设计 1.96 的话， collector 电流怎么样？还是跟刚刚一样大、啊、对不对？ collector 电流不会再增加 collector 电流当它进入饱和的时候，你的 collector 电流，你看这个几个点， collector 电流其实都差不多就在这里了，是不是这样子哦？所以呢，它一旦进入饱和，你的 collector 电流是不会再增加的哦，这个很重要哦。这个你看，你不管你怎么画，你这条线怎么画哦，当它进入饱和的时候 ，collector 电流其实几乎不再增加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刚刚算的这个饱和的电流就是最大的电流了，对不对？最大的电流哦，所以你这个电晶体呢，这个时候就怎么样过饱和了哦，你的 base 电流
这么大，你的 correct 电流其实是已经饱和在刚刚这个 9.8 是不会动的，对不对？不会再增加啊、哦，不会再增加，因为它已经进入饱和了，所以你的 correct 电流呢不会再增加，它的饱和电流就是 9.8， 就是刚刚的刚好饱和的电流啊、哦，也就是我的饱和电流。刚刚说我们 correct 其实以后呢，饱和跟刚好饱和都不再区分了，都用 0.2 来算啊、哦，所以它一进入饱和 correct 电流就是 9.8， 就是最大的值。最大值，对不对？你看啊、哦，它是最大值。好，所以你的被打 force 的，如果你这个电晶体的被打 force 的就会多少？你的 correct 电流是 9.8 了嘛？最大的就是 9.8， 你的 base 电流是 1.96， 对不对？啊、哦，这是你，所以你把它被打，你算出来的话，这个值会多少？对不对？只有5嘛，是不是？只有5嘛？哦，你看看这底下这个只有5嘛？哦，你的被打的话刚刚是多少？50嘛，对不对？你的被打是50啊、哦，这个你的 overdrive effect 是不是刚好 10？ 对不对？ overdrive effect 10啊、哦，所以对某一个同学他拿到的被打是50来讲的话，你的 overdrive effect 就是10。那有一些同学如果拿到100的话呢，你的 overdrive effect 就是什么？20，对不对？更大哦，更大啊、哦，所以他才会哎至少，对不对？哦，至少是10。对不对？至少是10，有的人就会 overdrive effect 事实上不只是10哦，看你拿到贝塔值是多少，对不对？哦，会更大，哦、会更大。好，所以这个例题呢，跟你讲呢，哦，我们在算饱和区啦，对不对？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例题，让你看一下哦，饱和区，当它一进入饱和，基本的观念是这样：如果你的 base 呢电流一开始如果小的话，它是在 active 区，对不对？ active 区没有问题，哦，就在这里。这个地方都是 active 区，这里的话代表 base 电流是小的，对不对？哦、所以 base 电流如果小，或者是 VB 是小， base 电流就小，它就在这个地方，就是 active 区。在 active 区的话，这个式子都一定成立，对不对？这个 definition 就是 active 区定义出来的嘛。哦、然后呢，如果你把 base 电流太大， base 电流太大，怎么样会太大呢？一个就是你把这里的电压太大，或者是你把它电阻太小，也会同样的道理，对不对？你把它电阻弄得太小，也会同样哦。所以 base 电流一旦增加的时候，它就会跑到饱和区。它一旦进入饱和，这个 VC 的 definition 就是 0.2 啊、哦，以后我们就不再讲 0.3 了，哦，就没有 0.3 就不再用了。这是我们就照书本上哦，因为它开始真的讲了一个 0.3， 我们就照它哦。以后一旦进入饱和，它就是 0.2， 刚好饱和我们也是 0.2， 进入饱和也都是 0.2， 所以这些值全部都带 0.2。好，那一旦进入饱和之后，你 correct 的饱和电流。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减掉 0.2 算出来的电流，哦，这个电流就是啊、哦、饱和电流。那以后不管你再进入多饱和、过饱和，它还是都是保持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你看这条线跟这个相交点，都永远大概在这个值嘛，对不对？啊、哦、，correct 电流就不会再增加，可是你的 base 电流一直在增加，就会使得什么 force 的越来越小，啊、哦，这两个一除就是 overdrive effect， OK。好、哦，我们看过一个饱和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啊、哦，5-4啊、哦，我们有好几个例题了。
好，我们看一下啊，我例题有知识啊。这个这样的电路给你被打成100电晶体，然后叫你求呢所有点的这个电压还有那个线的上的电流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路已经给你了，啊，这个到底工作在什么区很重要嘛，对不对？哦，那这个到底工作在什么区？我们事实上一开始不晓得了，对不对？一开始不晓得，所以我们就假设啊，我们就 assume 好了。假设呢，它是在什么 active 区好了啊 ，active 区正常的工作放大啊，在 active 区要放大 ，OK。如果假设它在 active 区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的电压啊，不管你是 active 或保，我们都是 0.7 嘛，对不对？导通嘛，啊，一旦导就是导通 0.7， 所以呢，这里的电压就是4减掉 0.7， 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把4减掉 0.7 再除以 3.3K。就会得到这个地方的电流啊 ，emitter 端的电流 ，OK， 所以 emitter 端的电流就算出来了，对不对啊？ 3.3 刚好是一个 milliampere，OK，emitter 端的电流算出来一个 milliampere 啊，一个 milliampere 出来之后 ，collector 端的电流就晓得，对不对？我们知道 emitter 端是最大的，所以呢，这两个相加会等于它，对不对啊？所以 collector 端的电流跟它差不多。Collector 端的电流会等于 Alpha 倍的 Emitter 端的电流，这个 Alpha 呢等于贝塔，一加上贝塔，啊，贝塔是什么？是这个除以它嘛？啊，那这个除以它是 Alpha， 啊 ，definition Alpha 跟贝塔有关系，对不对？啊，所以如果 Alpha 呢，这个贝塔如果100的话 ，Alpha 大概是 0.99 了，对不对？贝塔是100 ，Alpha 呢大概就是 0.99 ，OK， 所以这个电流大概是它的。哦 ,99%。所以这个如果1的话，这个地方呢就是等于多少 ?0.99mA。OK, 啊、哦、差一点点。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一样无所谓了。那 0.99 算出来之后，这里的压降就晓得这个是 collector 电压啊、哦。所以 collector 电压呢就会等于10伏减掉这个压降啊、哦。所以 0.99 乘以 4.7。所以呢，这样子算起来 ，collector 电压5.3伏啊，5.3伏 ，OK。所以这里的电压是5.3，算出来了，对不对？ 5.3 啊。我们刚刚假设是在 active， 对不对呢？验证一下啊。这个如果是 5.3， 合不合理啊？这是一个 NPN transistor 嘛 ，NPN BJT 对不对？这个箭头方向指的就是 PN， 所以这个一定是 N 啊。NPN 这里要正向，这个地方如果反向就一定是 active 嘛，对不对？那你看一下啊、哦、现在这个地方是 5.3， 这个地方这一点电压是多少？这个是4嘛，你看这个过来是4啊、哦、所以这里的电压是4，对不对啊、哦、你看这里是 D 啊、哦、所以相对 D 而言这里是4，相对 D 而言这个是 5.3， 所以这里比这里高， N 比 P 高，是反向，对不对？反向啊、哦，所以这是正向 0.7， 这个是反向，所以它应该是 active 没有问题，对不对？ active 没有问题啊、哦。我再讲一次，这个地方到底要怎么判断它？我们有前讲过，你可以比大小，对不对？比大小怎么比呢？因为你这个地方万一正向，其实也还可以哦，对不对？只要不正向太严重也还可以，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来比大小。你先把这个东西减掉一个。以前在 MOS 是减 threshold， 对不对？现在不要减 threshold， 你把它减掉一个 0.4 或 0.5 都可以，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个地方哦， 0.2 跟 0.3 其实已经不再区分了、哦、如果这个地方饱和是 0.2 的话，这个地方呢就是多少 0.7， 我们讲饱和、哦、我们讲饱和以后不再区分，刚好饱和，对不对、哦、所以一旦饱和的话，我们这里地方就定 0.2， 对不对？这个电压很小 0.2， 所以如果说这里是 0.2，这个地方是 0.7， 那这里就是正向多少？ 0.5， 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是饱和，或者是刚好饱和， OK、哦、所以呢，我们来比大小，就这两个点来比大小，先把这个东西减掉一个 0.5， 因为这里差 0.5、哦、然后这个只要比它大就可以，对不对？这是我们以前讲的、哦、以前讲的、哦、OK， 所以你也可以把4减掉 0.5 就变成 3.5，
那 5.3 当然比 3.5 来的高，它当然就是 active。哦，这样子比大小也可以，或者是我刚讲的，你就直接算出来之后再来比就好。你这个地方比它高，这个就是反向，那当然就是 active， 对不对？反向毫无问题，正向的话就要小心啊、哦，正向不可以超过 0.5 哦，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答案，这一些就是答案啊、哦。那这一些电流啊、哦，就是答案。如果你要算 base 的电流的话，就把 collector 电流再除以100倍，对不对？就是等于 0.99 再除以100倍。啊、哦，这个就是 base 电流，所以各个电流电压都算出来了啊、哦，这个就是答案。好，好，我们再看一个啊、哦，我们就直接从看下面了，5.5。好，我们看哦，5-5，这个电路呢，你看跟这个电路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这个地方是10伏加进来嘛，对不对？10伏，这里也是定哦。唯一不一样就是我把 input 的 base 电压把它从4伏呢增加到6伏，哦，只有差在这里。所以这两个电路呢，你可以一起看哦。我只是把 input 的 base 电压偏压电压哦增加了2伏上来。好，你这里电压一增加哦。根据我刚刚讲的，对不对？你 VB 如果电压，你这个地方哦加进去的电压太大，如果这里电压太大，电流太大，对不对？这个 correct 电流如果还在 active， 你就乘以贝塔倍，这个电流就会大，电流大之后，这个压降就会小，就会进入什么饱和区，对不对？哦，所以有可能哦，所以这个6伏我们看一下，好，如果你把6伏的话，我们还是假设它是 active 好了啊、哦，我们还是假设 active。OK， 哦，这是 assume 哦，还是假设 active， 那这个 0.7 啊、哦， 0.7 不会变，把它减下来除以它，就是这里的电流，对不对？哦，所以这个等于 emitter 的等于啊、哦、6伏减掉 0.7 除以 3.3， 对不对？啊、哦，所以等于 5.3 除以 3.3 的话，等于 1.6 mA。OK， 电流变大了，对不对？啊、哦，电流变大了。所以 emitter 端的电流变大了。好，那如果还在 active 的话， collector 的电流就会等于 alpha 倍的 emitter 的电流哦，差不多也是 1.6 了，对不对？哦，乘以 0.99 的话就是 1.5 哦，差不多也是 1.6 哦，就会等于 1 点多少呢？小一点点哦，我这 1.58 哦， 1.58 啊 mA， 这个是 0.99 了啊、哦、0.99 OK， 所以呢 collector 电流是 1.581.58 之后，这里的电压就可以算出来，所以 collector 电流就会等于10伏减掉 1.58 乘以 4.7， 会造成 collector 这一端的电压呢会降下来啊，会等于多少呢？我看一下啊，等于 2.5 伏啊， 2.5 电流变大之后，这一点电压就会下降，对不对？刚刚是 5.3。这个立体是 5.3，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降到 2.5 了哦，所以这里的电压已经降到 2.5 了， 2.5 啊、哦，已经降到 2.5 了。OK， 所以你这个电流大，这个电流大，压降就会大，这里就会掉下来啊、哦。现在 2.3 了， 2.3 之后呢，这里的电压你看看，大家比大小，对不对？比大小啊、哦，我们把它减掉一个 0.5， 我用比大小的啊、哦，减 0.5 之后，6伏减 0.5。就会多少？ 5.5， 5.5 对不对？这个就 5.5， 这个 2.3 没有比 5.5 高，所以不成立、哦、不成立，对不对？不成立、哦、
或者是你用笔的用来看的，这里的电压是6伏，对不对？这个地方的电压6伏啊，我们不比大小，我们直接来看，这里的电压是6伏，这里的电压是多少？ 2.3 哦，所以呢，你看这个是个 NPN，P 是接6伏 ，N 是接 2.3， 所以这个地方变成什么？正向偏压，对不对？它会变成正向偏压哦。哦，6减掉 2.3， 很大哦，对不对？很大，所以绝无可能在 active 区。哦，绝无可能在 active 区。如果你要在 active 区，正向偏压不能大 0.5， 对不对？不能大一点。哎，怎么样？哦， 2.5 了，不是 2.3 了，怎么会有 2.3？ 2.5， 对不起啊，2.5， 2.5 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 6， 这个地方是 2.5， 对不对？哦， 2.5，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正向偏压非常大的电压， 6 减掉 2.5， 对不对？哦，非常大一个正向偏压，所以它不可能在 active 区，所以它就只好在什么？饱和区，对不对？只好在饱和区。那一旦在饱和区哦，刚刚算的这一些都不对了，对不对？哦，刚算的这一些全部不对，饱和区要重来哦。所以这一些一旦进入饱和区的话，就重来了。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它应该在饱和区。如果它在饱和区的话，我们有条件是什么？这个地方饱和电压，对不对 ？VCE 的饱和电压 0.2， 哦， 0.2 伏。这是我们知道的饱和电压，就这里是 0.2， 这个是还 0.7， 这个地方是 0.5， 对不对？所以使得这里是 0.2 哦，所以这里呢把它写出来好了， 0.7，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 0.5， 所以这里的话就是 0.2， 这个就是饱和的条件哦，饱和。所以饱和是靠这里已知的电压来算的， OK。 所以这里如果是 0.5 的话，那这里的电压马上就知道 VC 点的电压呢，6减掉 0.5 就是 5.5，对不对？哦， 5.5， 好，所以这里一旦知道 5.5， collector 电流就可以算出来了。 collector 电流的话就是10减掉 5.5， 对不对？因为这是6嘛， 0.5 是 5.5， 没有错啊，10减掉 5.5 除以 4.7， 所以 collector 电流呢就可以算出来啊，等于 0.96mA。 collector 电流是 0.96，那 emitter 的电流没有变了，还是 1.6 了，对不对？ emitter 电流没有变嘛，这里还是刚刚就是 0.7， 饱和也是 0.7 啊，所以 emitter 电流还是 1.6， collect 电流变成 0.96。 那这样子的话 base 电流就相减下来啊， base 电流，你 base 电流不能再把 collect 电流除以贝塔哦，对不对？不可以这样做哦，你绝对不可以再把 collect 电流除以贝塔，这个是不可以的哦。哦，不可以的，因为你这个一写下来它就是在 active 区哦，对不对？现在不在 active 区，现在是饱和哦，对不对？哦，而且它也不是刚好饱和，它是在饱和区，所以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用哦。所以 base 电流怎么算呢？不可以用这个，就只能两个相减，对不对？ collector 电流哦， emitter 电流减掉 collector 电流，一个是多少？ 1.6， 一个是 0.96， 1.6 减掉 0.96，这个才是 base 的电流。所以 base 的电流的话 0.64mA， 你看这么大哦， base 电流变得很大， OK。 那 base 电流这么大的话，你如果真的把它算一下 base force 的哦，我们就故意把它算一次给你看哦， base force 的就是你的 collector 电流 0.96 除以 base 0.64 一除下来哦，你的贝塔 force 的就是等于多少？ 1.5， 这么小，你看是不是远小于贝塔 100？ 题目的贝塔是100啊，对不对？贝塔100哦，所以它是过饱和了。贝塔 force 只有多少？ 1.5 嘛，是不是？哦， 1.5， 所以远小100哦，远小100，那它就是过饱和了。所以这个电体呢太饱和了，因为你输入端的电压取6伏太大。哦，六伏太大，就跟这里一样啊，哦，你把这个电阻弄得很低，也会造成它过哦过饱和，它就饱和了。好，
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一下啊，下一个就是也是差啊 5.6， 我们看再下一个例题，这个 5.6 是怎么样呢？我们就直接从这里来。 5.6 呢，如果你把六辐啊把它直接接地，我们就直接从这个地方来了啊，因为跟这个有关啊。如果同样一个电路，可是呢你把 base 端加进来的直流电压呢，如果你把它哦接到地去，地这样画就好了、哦、这样子呢就是 example 5.6 的电路。我们再来看一次，如果你这里呢直接接地过来，没有加直流电压 哦直接接地过来啊、哦、那如果你加直接接地过来的话会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啊、哦、如果它是 active 的话，如果啦，如果它是 active， 如果你这样接，假设它是 active 的话，哦，或者是饱和都一样，这个地方就是 0.7， 是不是 0.7？ 那如果是这个地方 0.7 哦，这个地方是D哦，这里的电压呢就会变成负的 0.7 哦，对不对？这里的电压就变成负的哦，这一负的的话就会造成什么样？这个电流就是哦，这个到了 emitter 电流往上流，这个 emitter 电流往上流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往上流呢？这个箭头就代表 emitter 往下流的方向啊，对不对？这个 emitter 一旦导通，这个电流一旦导通，电流一定是只好往下流的，这是 emitter 端箭头方向，代表它一定要往下流，往下流电流才让它导通嘛，对不对？你现在假想它导通，得到结果是往这样倒流，哦，倒流，这个怎么样？当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不可能、哦、不可能，它 active 都不可能，饱和也更是不可能，所以它只有什么 off cut off、哦、根本就是不导通，这个电晶体根本就是不导通 off、哦、所以完全没有电流，它就是 off， 所以这里的电压就是10伏，这个地方的电压就是0，这个地方的电压就是0，根本就是不导通，你没有让它加一个正的电压过来让它导通的条件，那它根本就是不导通，不导通，所以这个电路呢不导通，所有电流都是零啊、哦，电流都是零。好，我们看一下啊，5.7这个电路呢，你看先看啊、哦，这个是电晶体呢，它你看它的箭头方向，这个箭头呢，这个箭头是从这个地方跑出来了，当它出来的话，这个是一个 NPN， 对不对？箭头方向到 PN， 所以这个就是 N 啊、哦、，NPN。那现在的箭头方向是进去的，进去到 base 的啊、哦，所以这个地方箭头方向代表 PN， 对不对 ？PN， 所以这个地方就一定是 P， 所以这个 BJT 呢是 PNP 啊、哦，前面到这里我们都是讲的是 NPN， 这个是 PNP， 所以不太一样啊、哦。它的操作方式的话是 hole 电动灌进来，好。同样的，我们来算一下它的电流电压，我们还是假设啊。哦都是一样 ，active， 好 ，active， 那这样子，这个地方输入端的电压，现在 emitter 端它通常习惯把它画在倒过来了啊、哦，倒过来，因为等一下会跟 NPN、PNP 在一起，就像我们以前讲 CMOS 一样啊、哦，所以这里是 emitter 端，对不对？这是 emitter 端哦，不要弄错啊、哦，这个地方就变成 collector 端了啊、哦，倒回来画啊、哦，所以 P 这里 PN 要正向 0.7。对不对啊 ？emitter 端跟 base 要正向偏压 0.7 ，OK， 所以这个地方10减掉啊，这个地方的电压就是多少 0.7， 所以就是这里的电流，对不对？所以 emitter 端的电流 ，emitter 端的电流就是10减掉这里是 D 嘛，所以这里就是 0.7 除以 2K 啊， 9.3 除以2的话是多少呢？啊， 4.65 mA。emitter 端的电流是 4.65 算出来了哦。emitter 端的电流会等于 collector 端加上 base 端，对不对？所以这两个电流方向就画出来了哦。那 collector 端的电流呢会等于 alpha 倍的 emitter 电流，所以 alpha 倍打100的话 alpha 就是 0.99， 所以你把哦这个 collector 电流就是 alpha 倍的 emitter 电流，大概是 4.6 你把它乘哦啊 ,4.632 随便你写了哦。啊 ,4.65 好了啊，我们就随便一点啊，假设你又不要乘啊，就假设 4.65 啊，反正差不了多少。4.65
乘过来乘以 1K， 然后呢负十伏，这里的电压就晓得，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的电压呢就会等于哦负十伏加上 1K 乘以 4.65， 大概多少呢？负十减掉哦，负十加上 4.65 的话，大概负五了，对不对？哦，负5.4， OK， 负五的5.4。好 ，collector 电压算出来了，负的5.4，对不对？负的5.4哦。接下来你就要看一下 active 到底成不成立，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PN junction。OK， 现在这里是 D 零，对不对？这是零了哦，电压是零。这里 collector 电压是多少？负的5.4，这里是负的哦。所以这个地方的 N 呢 ，N 比 P 高，这个是 PNP 嘛，对不对？所以 N 的话是接 0，P 的话是接负的 5.4， 所以换句话说 ，N 比 P 高，这个就是反向，对不对？这个就是反向啊、哦，反向的话当然没有问题，对不对？反向当然没有问题啊、哦，这个是正向 0.7， 这个是反向，当然就是在 active。换句话说，刚算的这些就对，对不对？刚算就这些对啊。哦，所以你看一下，直接看反向还是正向好了、哦、如果你要比大小的话，那怎么做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先加个 0.5， 对不对、哦、这两个比大小，先把这个东西加一个 threshold， 现在没有 threshold 可以加，我们就是加 0.5、哦、0.5 很好记了、哦、加一个 threshold 让它往上升，这个跟这个比大小，在这一条线跟在这条线的上方，所以这里要比这里大，你加个 0.5， 这个地方就是 0.5，这个地方是负的 5.4， 所以 0.5 当然比负的 5.4 来的高，它就是 active、哦、就是 active。 所以看你要比大小还是直接看就好、哦、你可以看 PN junction， 对不对？反向毫无问题，正向就要小心，对不对、哦、不可以大于 0.5、哦、好，所以这个就是立体 5.7、哦、好，我们看、哦、立体 5.8 还是一样，我们假设呢还是在 active，所以这个地方 0.7， 5伏减掉 0.7 再除以 RB 就是 base 电流，对不对、哦、所以 base 电流的话就是5伏减掉 0.7 除以 100K， 所以得到 base 电流的话呢等于、哦、0.043mA。base 电流算出来了、哦、输入端的 base 电流 0.043。 好，那 collector 电流呢就会等于倍打倍的 base 电流乘以100倍 4.3mA、哦、4.3mA 算出来之后，这个压降就晓得 collector 电压就会等于10伏减掉 4.3 乘以 2K、哦、所以等于 6.8 10减掉 6.8 等于 1.4、哦、1.4 伏算出来了。再来看这个是 1.4， 对不对？这个地方是 1.4、哦、1.4， 这个是一个 P， 这个是一个 NPN， 对不起、哦、NPN， 对不对？ NPN、哦、这里的电压这是 D 嘛，相对 D 而言是 0.7， 那这个地方的电压是多少？是 1.4， 对不对？换句话说 N 比 P 高，对不对？反向偏压、哦、反向偏压，所以答案是对的， active 是对的，对不对？反向偏压嘛、哦、所以你只要看这个两 N 比 P 高就是反向偏压就没有问题。好，这个电路呢跟这个一样了、哦、PNP， 所以你在做 PNP NPN 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哦、好，这个是一个 P， 这个是一个 PNP， 像这样子的话它 base 有电阻，这个地方 collector 也有电阻， emitter 有电阻、哦、这个算是一种 最复杂的情况了。我们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看、哦、这个地方都是只有两个，这边少一个，对不对、哦、这个地方的话呢像正常这边两个这边也没有，对不对？最复杂就是三边都有、哦、三个电都有，三边都有的话每一个地方的电压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哦、没有一个电压知道的。好，这个是一种最复杂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好了，你要猜这个到底是工作在什么区，对不对、哦、如果它是在 active 区的话，其实、哦、你看一下我们通常怎么猜比较容易呢、哦，这个 base 电流通常都很小了，我们只是让你快一点猜的快一点、哦、猜什么比较准、哦、
最好是第一次拆马上就对最好嘛，对不对？这个是 base 电流， base 电流通常都是最小的嘛，对不对？如果在 active 区的话， base 电流就会差一个哦，倍打倍 collector 电流。所以如果 base 电流你把它忽略掉的话，我们现在是在讲怎么拆的哦。base 电流把它忽略掉，这里电那这里的电压大概就是在零嘛，大概对不对？哦，这个电压就会零，很小嘛，对不对？哦，因为 base 电流你把它忽略掉，这个电压大概就是零。这个地方零的话，这个地方正向偏压，这里就是 0.7。哦，所以5伏减掉 0.7 就不可以把这个电流算出来，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算出来的电流的话等于多少呢？5伏减掉 0.7 除以 1K， 对不对？大概是多少？ 4.3 mA。 假设这里 base 电流等于0的情况之下，它就是 4.3、哦、那这里的 4.3 如果它在 active 的话，这个地方的电流跟它差不多嘛，对不对？所以 4.3 这个地方就会差不多也是 4.3 哦。我们假设在 active 的啊、哦，在 active 的话，好，如果这里是 4.3 的话，你这里 10K 哦，这个乘起来不得了，注意这 10K 乘以 4.3 的话，就会43伏哦，对不对？这个地方的电压高达多少？43伏哦，哦，43伏，不得了， 43伏，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大的电压哦， 10K 乘以 4.3 就会达到43伏。所以换句话说，这里的电压你就算减掉5伏的话也有38伏，对不对？哦，30几伏，这里的电压是30几伏，这个地方电压是零啊，所以这个地方会造成怎么样啊？哦，这里你这个是一个 PNP 啊，对不对？这个地方会造成正向偏压30几伏啊，是不是这样的？会造成正向偏压30几伏啊、哦，因为这43这负5嘛，这里大概就是38嘛，对不对？所以这里是38，这里几乎是0了。我们假设这里没有电流，几乎0，所以这个地方会造成正向30多伏啊，正向30多伏，那绝对是饱和啊，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东西呢，拆 active 不太合理，绝对是饱和比较可能啊、哦，绝对是饱和比较可能，因为 active 的话，对不对？你把 base 电流当它很小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啊，这边造成正向变压38哦。所以这样子拆 active 是不合理的，所以你要拆饱和啊、哦，拆饱和。OK， 好，我们就拆饱和啊、哦，我们就拆饱和。好，所以我们就是拆啊、哦，我们就拆饱和。好，我们就假设这个电晶体是在饱和，那饱和的话，我们有的就是这一些电压，对不对？这些电压啊、哦，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这里的电压是 base 电压。因为你 base 电压一开始你真的也不知道多少了啊、哦，因为它有电阻在这里，这个地方是 base 电压，那这里呢会大一个 0.7，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base 电压加上 0.7， 对不对？正向偏压嘛啊、哦，然后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也是正向，不过只有 0.5， 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正向 0.5 啊、哦， 0.5， 这个是正向 0.7， 这个是正向 0.5， OK， 所以换这里比它高又 0.5， 所以这里的电压就是什么 base 电压。加 0.5， 是不是这样子 ？OK 啊、哦，这里是 base 的电压，不知道多少，我们等一下再算啊、哦。base 电压这里呢比它高 0.7， 这里比它高 0.5， 对不对？正向正向啊、哦。好，那这样子这些电流就可以求了啊，是不是？这些电流就可以求了啊、哦，这个电流就可以求。好，那这些电流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哦，这个电流都可以求。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emitter 的电流。就会等于5伏减掉 base 电压加 0.7 除以 1K， 对不对？哦，这是 base 电流 1K 嘛，哦，那我的 collector 电流的话等于 collector 电流， collector 电流是在这里啊、哦、VB 加上 0.5 减掉负负得正加5除以 10K， 这是什么 collector 电流加上 base 电流，对不对？ emitter 电流等于 collector 电流加 base 电流嘛，是不是？那 base 电流等于什么呢？ base 电流就在这里啊、哦，这个地方是 0.5， 啊不，对不起，这个是 VB 啦，不是 0.5 啊、哦，所以这个地方是 VB，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电流等于 VB 除以10啊、哦、，VB 除以10，所以是 VB 除以10，是不是这样？ emitter 电流永远等于最大，等于 collector 加 base。所以换把 equation 带下来，你可以解 VB 啊、哦，你可以解 VB， 所以可以把 VB 解出来，对，电压了 VB，
VB 一解出来，所有电流都解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解出来 VB 是 3.13。啊、哦、3.13。所以那各个电流的话呢，就把它带进去，你就可以求出来，对不对？你把它各个电流带进去的话， correct 电流是等于 0.86mA。哦 ,base 电流的话会等于 0.31mA。那 emitter 电流就等于两个相加了哦 ,emitter 电流等于两个相加。你自己加加看哦，加加看。你把这两个一除就是 force 的贝塔。对不对 ?force 的贝塔 ,0.86 除以 0.31。你的 force 的贝塔只有多少 ?2.8。远小于贝塔，对不对？题目的贝塔是30。哦，所以它没有错，确实是。Saturation, 好、哦、,Saturation。用、哦、有没有 Saturation, 就用贝塔来看了。你假设它是饱和的时候，你怎么证明它是饱和，对不对？哦，用饱和。用贝塔 来证明。用贝塔来证明。哦，因为这些电压都是你自己一假设的嘛 ,0.7,0.5 这些东西。所以你把电流算出来之后，你有的是电流，你把电流除一下就是你的 force 的贝塔。这个值一定要小于贝塔才是饱和，对不对、哦、所以来证明它的饱和，这是对的。所以要这样子用贝塔 force 的来证明、哦、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哦，好，我们看啊、哦，立体十啊、哦，五之十，这个地方的电路呢 ，base 端哦，从这个地方啊、哦，把它拉过来，经过一个分压过来，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电路了。前面的话都是啊、哦，写一个 base 什么五伏啦、几伏啦，就这样子直接过来了啊、哦。事实上呢，最简单的方式就从这个地方分压过来，对不对？所以它有一个比较实际的电路啊、哦，分压过来好。我们来求一下电压电流贝塔100啊、哦，这个电路呢从15伏这样子拉过来，对不对？拉过来啊、哦，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这样啊、哦。等一下啊、哦，因为这等一下还要下一个例题啊、哦，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电路，我们把它简化成这样子好了。我看啊、哦，就把它简化成这边 3K 啊、哦，照画啊、哦，这边 5K 好。从这里往这边看，从这个点呢，我把它往、哦、左边看，把它等效电路画出来，对不对？如果这样看，这15伏乘以10加上50 150分之50，那就多少？三分之一，对不对？所以这里是5伏、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5伏、哦、这样就5伏 OK、哦、这个地方就是5伏，这样画了、哦、这个地方就是5伏。你把15加上100加50分之50就是5伏，对不对？5伏、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5伏。OK， 等效电路是不是这样？这样对不对？这样对不对？它的等效电路是不是这样？从这边往左边看，对不对？10加上这两个分之这个，所以这个电压、哦、就是5伏，对不对？这样对不对？啊，嗯，对不对？有人摇头，对不对？啊，错在哪里？所以要怎么修正？这个地方要怎么修正？如果不对的话，要怎么样？如果这不是这样子的话，这边要怎么改？谁会？这边要怎么做？嗯？我测试一下你们对电路啊、哦，电路，嗯？
以前如果是 MOS 啊，如果这个是 MOS 啊，如果它接来是一个 MOS， 对不对啊？那这里呢的电压就怎么样？就对，对不对？以前如果 MOS 就对啊，那现在呢换成 BJD 啊，不对哦，对不对？不对啊，差在哪里呢？对啊，在 MOS 的时候，这里是没有电流的，这里是没有电流的，所以这个没有电流的话，这两个电流都一样了，对不对？两个都一样的话，这里的电压就是分压，毫无问题，对不对？毫无问题啊，毫无问题。可是呢，在 BJT 哦，这个地方是有 base 电流的，它不等于零啊，这里 base 电流，所以这两个电流一不一样？不一样哦。哦，这两个电流其实不一样，你不可以简单的分压，然后就得到这里的电压哦，这是绝对不对的，不可以这样子，因为它有 base 电流，不有 base 电流，所以这个地方啊，它的电压绝对不是这样。所以它的等效电路啊，还要加一个电阻才可以，等效电路还要加一个电阻才可以啊、哦。它的等效电路呢，其实就是看过来。从这边看过去，你自己假想好像加一个 AC 信号源，啊，对 AC 来讲，这个地方就是短路，所以看过来就是两个并联，所以这个就是 RB， 就会等于两个并联 ，RB1 并联 RB2。OK， 然后呢，第二个 open， 假设你把它 open， 我把后面的 open， 对不对？我把 open 这两个电路还是要一样啊，因为你说等效啊，对不对？我把它 open。这里看到的电压就是这两个分压，这就对，因为你把它 open， 所以我把它 open 之后，这里的电压，因为这里就是它嘛，对不对？这里的电压就是15伏乘以啊100加上50分之50，这样就可以，就是刚刚的啊多少？刚刚的三分之一5伏啊，这个我们刚刚 VBB。这样就对。我们是让这个电路呢，哇，跟这个电路一样，所以我们用一点技巧，把它 open 的情况之下，看过去的电压，你既然是 open， 这里就没有压降，所以这里的电压就是它，所以就是等于分压 ，OK。然后呢，你从这里看过来的电阻是多少呢？假设你自己是 AC 信号源，看过去这两个，这电压就是零，两个并联。看过去，这个零并就是它，哦，用这种方式，马上就可以求出这个电阻多少，这个电压多少，哦，所以它会有个电阻在这个地方，跟刚哦不太一样的，好，所以就会造成这里的电压哦，这里的电压绝对不是刚刚的5伏，对不对？这个电压是多少还不知道嘛，所以这里的电压不是刚刚的5伏哦，所以这里要加一个电阻，所以5伏过来夸一个电阻，这里才是这里。的电压，这电压多少不知道啊、哦？不知道，好，这样才对哦，哦，这样才对。所以对 BJT 来讲的话，要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电阻呢，等于我刚刚写下来，等于多少？33 K 并联起来啊，33 K 这个地方5伏。好，从这个电路我们再来解了，这个就是三个电阻的电路了，对不对啊、哦？三个电的电路，这个电路呢，我们就拆 active 好了啊、哦，拆 active。如果你拆 active 的话，这个地方的电压就是 0.7， 对不对？ 0.7 啊、哦，所以换句话说，这里如果 base 电流，这个地方 emitter 电流，这两个之间有相关，对不对？如果这里是 emitter 电流的话，那这个地方是 base 电流， base 电流会等于 emitter 电流除以一加上贝塔贝，是不是这样子？哦，我就直接写，不要写 base 电流，因为等一下要走从这里走到这里到地走一圈，对不对？所以我把它改写成 emitter 电流，我就可以解出来啊、哦。所以这里的电压是5伏，5伏等于这个电流乘以33 K， 对不对？啊、哦，所以就是 emitter 电流除以一加上贝塔贝乘以33 K， 加上 0.7， 再加上这个 emitter 电流乘以3 K。啊、哦，乘以3 K，OK，、
OK 啊、哦，这个四肢要满足嘛，对不对？就走一圈，从这里压降 0.7 压降到D、哦、全部把 base 电流改写成 emitter 电流，这样我可以直接解啊、哦。那贝塔值题目给你嘛，100，对不对？所以我可以求出 emitter 电流啊、哦，是 emitter 电流的话等于 1.29 milli ampere。这个求出来之后 ，collector 电流乘以 alpha 倍啊，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collector 电流等于 1.29， 少了一点点，对不对啊？ 1.28 mA 等 alpha 倍的啊 ，emitter 电流差一点点，所以这一端的电压就会等于这里是上面多少？这里是15伏嘛，对不对啊？ 15伏减掉这里是 1.28。乘以 5K 得到的话呢，就会等于 8.6 伏，好，8.6求出来了。这里是 8.6， 那这里是多少呢？还不知道啊、哦。所以这里呢 ，base 的这里的电压 ，VB 的电压还不知道，对不对 ？VB 的电压的话，你可以从这里到这里，你也可以从这里下来，都可以，对不对？啊、哦，都可以。你就从 emitter 好的啦 ,1.29 啊，就等这里 1.29, 这里是 1.29 乘以 3, 就是等这里压降加上 0.7, 啊 ,base 的电流 ,base 的电压就可以算出来了，等于 4.57, 啊 ,4.57, 好，算出来之后看你要比大小还是看它正向还是反向，对不对？这是一个 P， 这是 N，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就是 NPN 啊、哦。现在 P 呢，这里的电压是多少？ 4.57， 对不对？这里的电压是 4.57， P 是 4.57， N 的话呢是多少？这里 N 的电压是 8.6， 这里是 8.6 啊、哦，所以 8.6 比 4.57 来的高， N 比 P 高，所以是反向啊、哦，所以没有错，答案是对的啊、哦，所以答案对，一开始就猜对了啊。哦，是正确答案。好，所以所有的电流电压刚算的都对，都对啊、哦。你 base 电流就把它除以一加上贝塔倍，就是得到的啊、哦。所以电流电压都求出来了，对不对？都求出来了。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例题啊，5/10。好，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例题5/11，这个跟它连在一起的。这个例题呢怎么样呢？这个电路呢就是一开始这个电路多了再继续接过来啊，这个电路呢继续接过来，这个是啊，这个贝塔也都是100啊，贝塔都是100。5/11呢，电路就是这样，整个大电路，这个就是5/11啊，5/11。这个是啊，我们到现在为止看到了第一个哦，两个电晶体合起来的一个比较大的电路了哦，比较大的电路。好，碰到像这样一个比较大的电路的话，我们怎么做呢？刚刚已经解一半啊、哦，解一半，刚刚不是把这边都解过了吗？对不对？解过了啊、哦，解过了这个解出来的答案呢，我先把刚刚的解出来的答案先把它写上去看一下啊。哦，我们刚刚解出来的这个地方的电流，这是 collector 的电流，对不对？ 1.28 mA， 对不对啊、哦？刚刚解出来，这是 collector 的电流， 1.28 mA。然后这里呢，刚刚解出来的电压多少？8.6， 对不对？啊、哦， 8.6， 把它用另外颜色去， 8.6， 这是刚解出来的电压啊。这里的电压刚解出来是啊、哦、，VC 8.6伏。8.6 伏 ，OK， 好，
现在我们再回来看一下，现在电路呢多了这一部分哦。你多了这一部分之后啊，这里呢就会有什么？这里 base 电流，对不对？假设还是 active， 这里就会有一点点的 base 电流。啊，这是 base 电流2好了啊，这里就有 base 电流。这里有 emitter 电流，这是 collector 电流啊，这是 base 电流，对不对？如果这里有 base 电流的话，你真能去解前面这个电路啊，再重来一次的话，代表这个地方啊，这里的电流怎么样，就会不一样了，对不对？就会不一样。这个 base 电流过来，这两个电流，这原来的电流怎么样啊？它就会两个相加，这个电流就会改变，对不对？大家都会改变掉，都会改变掉。换句话说，后面多一个东西哈，它会影响到前面的，是不是？影响到前面的啊？你刚刚解的这一些电流这么简单，那不对喽，因为这部分还有一个电流要加进来，对不对？要加进来啊。所以真正要解完整解这个电路的话，你前面都会受到后面的影响，所以必须要把后面整个都再加进去，再去解它，就会变得很复杂，对不对？哦，因为互相影响。OK， 碰到这种东西呢，通常我们会怎么做？哦，你碰到这个两个电路的话，很简单的方法，一般来讲，你先因为 base 电流啊，都会远小 collector 电流，对不对？假设这是 collector 电流啊。这是前面一集啊，我不写一跟二了啊，我就这样直接写啊。通常这个会远小于它，是不是？ base 电流通常会小于 collector 电流嘛，所以我们就假设 assume， 通常都这样啊。第二级的 base 电流 IB2 我不写二了啊，远小于第一级的 collector 电流。如果做这样假设的话，那这个电流我就可以忽略掉，对不对？哦，那有接等没有接一样。那既然有接等没有接，刚刚前面算的这些值，就是对不对？就是刚算的嘛，哦，就是刚算的。所以换句话说，你就是从刚哦再回来，这个刚算过了，这个电流是 1.28， 这个电压就是 8.6， 都没有受到后面的影响，因为假设这样，对不对？哦，假设这样。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再来算这一边。如果这里是 8.6。这个地方呢，正向 0.7， 这个地方的电压就是加 0.7， 对不对？哦，就会等于哦 ，8.6 加 0.7 啊，9.3， 这里是 0.7 嘛，啊，哦，这里就是 9.3。我们再解第二级了啊，哦，所以换句话说，这里的电压 8.6 加 0.7， 这个地方就是 9.3， 对不对？ 9.3 啊，哦，所以 9.3 这个地方是多少？ 15伏。9.3 啊，15伏减掉 9.3， 这个电流就可以求出来。换句话说 ，emitter 端的电流，第二级的啊，我不写二啊，第二级的 emitter 端的电流就可以求出来，等于15减掉 9.3 除以 2K 啊，第二级的电流就可以算出来。我看一下等多少啊 ，IE2 等多少 ？IE2 等2.85 mA。第二级的电流呢 ,2.85 mA 算出来，这个等 2.85, 对不对？啊，emitter 算出来之后 ,collector 电流当然就可以知道了，啊，collector 电流跟它差不多。所以这里的电流的话大概就是 emitter 电流乘以 alpha 倍，对不对？ 0.99, 啊，所以这个 collector 电流的话呢差一点点 2.82, 啊 ,2.82, 啊，乘以 0.99 了，啊 ,2.82。那 base 电流呢就是等于两个相减，对不对？或者是把这个除100，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这里的 base 电流， base 电流啊，所以 base 电流的话你就等于 collector 电流除以100，对不对？啊，除以贝塔100，对不对？或者是 emitter 电流除以1加上贝塔啊，都一样，得到的就是 2.82 除以100， 0.02 啊， base 电流 0.028， 对不对？ base 电流啊，等于我看一下2.82 collector 2.不是啊，对不起啦，连我自己都搞，这个没有错，2.8 等一下啊，base 电流等于 collector 电流2.82除以100，就是我们先看啊，先看一下正常应该这样子啊。
这个我们先看工作在什么区了啊，验证一下 active 对不对？这个地方刚刚算 emitter 电流是 2.82 对不对？所以这里的电压呢，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先验证一下好了啊，这里的电压 2.82 乘以 2.7 的话，就可以算出这里的电压，算出来了。这个 V 啊 collector 的电压等于 2.82 乘以 2.7。VC2 啊，等于 2.82 乘以 2.7， 所以这里的电压等于多少？ 7.62 啊， 7.62 OK， 好这个地方是 7.62， 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在这个情况之下是 8.6 对不对？ 8.6 啊，所以这里的电压的话，这是一个 PNP 啊， PNP，所以换句话说 P 是 7.62 N 的话是 8.6， 所以 N 比 P 高，这个地方就是反向，对不对？ N 比 P 高就是反向啊，所以既然是反向的话，那刚刚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工作在什么 active 区，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工作在 active 区，对不对？啊，所以刚刚的假设是成立的。我们刚刚假设把 emitter 2.85 的话， collector 就是 2.82， 你乘一个 alpha 倍，就是假设 active 区嘛，对不对？我是假设 active 区的情况之下算出来的，对不对啊？那回来验证，它确实是没有错，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它就是 active 区啊。所以 base 的电流 collector 电流除以100，这是可以的嘛，对不对？可以的啊。所以这个 collector 2.82除以100的话，就是等于0.0282 mA， 是不是啊？ collector 电流把它除以100啊，0.0282就是 base 电流，因为贝塔值是100嘛。对不对？没有错，贝塔100。好，都算出来了之后，最后你要刚刚做一个假设，对不对？你看你这个假设，啊、哦，我们刚假设 base 电流远小于这一级的 collector 电流，你刚刚已经算出来 base 电流是多少？ 0.0282， 是不是？所以这个 0.0282 呢，真的啊、哦，你看一下是不是远小于前面讲的被 collector 电流 1.28？这个就是 collector 电流，通常差一个 order 就很够了嘛，对不对？哦，你在做计算的时候，哦，这个是 1.28， 这个是 0.0282， 所以换句话说，你假设你一开始就把这个两个相加在一起，你得到的答案还是差不多它嘛，对不对？哦，还是没有受什么影响 ，OK， 所以证明了，哦，这样做是可以的，对不对？这样做是可以的，哦，所以我们怎么做呢？通常这样。我再讲一次啊、哦，先把它假设这里的电流 base 电流远小于这一级的 collector 电流，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可以把它拆掉，不管它，对不对？啊、哦，不管它，你前面就可以怎么样自己做了，对不对？就可以自己做，那就是刚刚已经做过的答案，对不对？啊、哦，做过答案可以分开来了，所以分开来之后，这边做完了之后，这里电压就是 8.6， 对不对？ 8.6 过来之后再解这个。同样的也是假设 active 区啊， 8.6 这个就是 9.3， 所以这个算下来这个就是 2.85， 然后呢因为假设在 active， 所以这个电流就会跟它差不多，对不对？乘以 alpha 倍 2.82 啊，然后 base 电流的话就是等于什么啊，等于这个除以贝塔或者是两个相减都可以，对不对啊？ base 电流就是这样，再来啊 0.0282， 再来验证一下这个有没有比它小，差一个 order 其实就很够了啊，验证一下哦，没有问题。如果万一有个题目哦，你算出来最后哎，这两个差不多哦，那就要怎么样重来哦，就重来啊、哦，就没有办法这样子，你就只好怎么样？当你算这个时候，把这个再加起来哦，这个就很难算，对不对？后面的就会影响到前面啊、哦，就会比较难算，这个就一大堆变数，这一直加减减去算啊、哦，就会花的比较大的力气。OK， 所以一个电晶体电路同两极的话。通常我们可以把它分开，做个假设分开啊、哦，最后再来验证，一般的题目都可以的啊、哦，都可以。我们有到底有几个例题啊、哦？好，再一个啊，5-12啊，最后一个了，5-12啊，这个阶段的最后一个例题。好，我们看啊、哦，这个就是一个。这样子长得很像我们前在 MOS 里面看过的一个例题了，对不对啊？现在我们把这是一个 NPN， 这是一个 PNP， 对不对？
这样子接起来啊，这样接起来，好，接起来，好。阴部端的话呢，把它这样子啊接起来，这是一个后面会看到一个电路的应用的啊。假设贝塔呢等于100，两个都一样啊。我们看这个怎么操作，先看一下好了。这个地方如果要导通啊，它要 0.7， 对不对？对不对？这要 0.7 嘛啊。如果这个也要导通的话，它也要这里也要 0.7 哦，对不对？如果它要导通，这里要 0.7。这里要导通，这里要 0.7，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两个都要导通，这里的电压至少要大于多少？ 1.4， 对不对？那现在你把它接在一起，哇，对不对？让它没有压差，啊、哦、啊、哦，所以可见啊，这个是不可能的情况，两个导通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不可能两个同时导通啊、哦，因为这里就要导通就要 0.7， 这个 0.7 就要 1.4 啊。换句话说，这里要比它高 1.4， 你没有给它这个条件啊。所以换句话说 ，Q1 跟 Q2 不可能同时导通的啦，啊、哦，这是一定的。Q1 and Q2， 啊、哦，它不可能同时导通的啦，啊、哦，不可能同时导通啊。换句话说，我们就假设有一个导通，另外一个应该是不导通，对不对？啊。那我们看一下哪一个最有可能导通呢？现在这个地方啊 ，base 端加5伏进来过来啊，有个压降过来之后，对不对？这个地方如果不考虑它，这里就是5伏过来，所以这里到地，所以可能这里会导通，对不对？不应该是这里啊，因为这里会倒过来，对不对？所以 Q1 可能会导通，所以我们就猜啊，这个当然也都要假设啊，我们就先猜，猜呢 Q1 是导通的啊，那 Q2 的话呢？就不能导通嘛，所以它一定要 off， 这是我们猜的啊。好，猜完之后，这个 Q2 既然不导通，对不对？不导通的话，我们就啊，先把它弄掉，不要再干扰我们啊，就把它随便一条线拉掉好了啊，一条线拉掉啊，这样拉掉一条线啊。好，现在呢，看上面这个电路就好、哦，对不对？看上面这个电路就好啊，看上面这个电路就好。这样啊，五伏过来到这里到地，对不对？所以从这里到这里会走一圈啊，所以换句话说，五伏等于这个地方的电流 base 电流啊，我这假设 base 电流啊 ，base 电流乘以10加上 0.7， 再加上这是 emitter 电流乘以它，对不对？那我们知道 emitter 电流的话，改写成 base 电流啊。直接写快一点，一加上贝塔，这个就是 emitter 电流，对不对？啊，乘以这个电阻1 K 啊，一 K 啊，这样我可以就可以把 base 电流算出来，算出来 base 电流等于 0.039 mA。OK， 好 ，base 电流现在算出来了啊， 0.039 mA。乘以它的电阻，对不对？等于 0.39， 然后5伏减掉 0.39， 那大概4点多啊、哦，所以这里的电压就可以算出来啊、哦，等于多少？ 4.6 啊、哦，你把它减下来，这里的电压就 4.6， 对不对？啊、哦， 4.6 伏就这里啊、哦、，OK， 0.39 乘起来 0.39， 5减掉来就是啊、哦，那 4.6 OK， 0.4 啊、哦， 4.6 了啊、哦，差不多。所以这里的电压就 4.6 出来了啊、哦，然后呢，这个地方 0.7 减下来，所以这里的电压就是3.9 对不对？ 3.9 4.6 减掉 0.7 嘛， 3.9 对不对？ 3.9 这里 1K 这个地方的电流就是 3.9 mA emitter 对不对？ 3.9 mA 啊、哦，所以 collector 电流跟它差不多，差一个啊、哦阿尔法贝的话，3.8啊，3.8多 ，OK， 所以这个这一边就算完了，对不对？验证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导通啊、哦？这里是 4.6， 这个地方是5伏啊，这里比这里高，这是 NPN，N 比 P 高，反向，所以这里导通，导通就是 active， 对不对？我刚刚写导通啊、哦，你可以写 active。啊、所以没有错，这是成立的啊，这是 active， 所以换句话说，这里是导通的，毫无问题哦 ，active 刚导的都是正确，
对不对？我刚刚就是用 active 去解嘛，你写这个式就是 active 啦，对不对？哦，好，那现在 keyword 你说不导通，我们验证一下也好啊、哦。这个地方是 3.9， 这里的电压啊、哦、是 3.9 加 3.9， 这个地方的电压就是啊、哦、4.6， 对不对？这里是 3.9， 这个地方 4.6， 这个根本没有正向偏压导通嘛，对不对？哦，这里根本就是反向偏压，所以确实是不导通的，对不对？它确实是不导通，没有问题啊、哦。你根本没有加正向偏压在 base emitter 端嘛，啊、哦。好啊、哦，所以5-12呢就解完了，对不对啊、哦、？QE 呢导通啊、哦、，QE 呢就是不导通啊、哦，解完了。所以我们解了好多个例题了，对不对啊、哦？解了好多个例题，这个电体的例题呢，其实跟以前 MOS 差不多了啊、哦，其实很好解啊、哦。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入一点偏压啦，然后 AC 信号的放大了啊。哦，有一点点，我们先讲一下偏压，一般的偏压设计怎么样才能够稳定啊、哦？怎么样才能稳定？这个一点点的部分讲完之后，就开始 AC 信号放大，进入哦小信号模型了，就跟以前 MOS 完全一样。以前 MOS 的东西，我们现在在 BJT 里面哦再走一次，都一样啊、哦，一样小信号模型这样子去解它，都只有偏压这一些偏压的工作情况也都一样了啊、哦，也都一样类似啊、哦，都一样类似。这个。我们就今天就上到这里好了啊。